大叔山中寻宝，意外收获大量紫玛瑙，捡到手抽筋。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去山里面旅行，爬爬山、露营等等，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，近距离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。一农村大叔运气就非常好了，出去游玩顺便寻宝，结果发现了不少紫玛瑙。可以看到，这附近到处都是一些大石头，路过的时候无意间看到里面镶嵌着一些彩色的石头，凑近一看不淡定了，有点像是玛瑙，拿着工具就开挖，这可得小心一点，不然一锤子下去就碎掉了，那样就损失大了。敲出来后还是非常完整的，光滑圆润，里面还有许多的纹路，应该可以卖个好价钱，可把它给乐坏了，想着这次能发家致富了，这么多的数量可以说捡到手抽筋呀，看得让人眼红，运气可真不错，特别是在手电筒的照射下，色彩更是吸引眼球，堪称是极品，真是难得一见。